等一下，我接个电话。我们不是说好晚点通话吗？可是人家现在好想要听到宝贝的声音。好啦，我也很想你。我们也很想你呀。你们两个怪怪的哦。他换大头贴，我按赞还好吧？最好是只有按大头贴啦。你很烦哎，干嘛偷看啦？一个赞，两个赞，三个赞。你看一下那个《太阳的后裔》，听说有叫大卫的，哪个厉害？有病啊！不看 NBA 看什么韩剧啊？是我家哎，管了，我说的就对了。这还蛮正的。喂，制作看，为什么不能上网啊？我来帮你。这边 WiFi 给它按下去，就有了，对不对？谢谢，你好厉害哦！啊，我这里也不能上网哎。干我屁事啊！买的好开心哦，你看我买好多呀。你很夸张哎，我看你买什么。等一下，你买这个领带干嘛？这是给我爸的啦。最好是啦。啊，这件嘞，这是给我哥的啦。最好是啦。现在是我们要讨论报告，说去买个东西，买小钱没回来。应该是在排队吧。排个鬼啊，他在摸鱼啦。会不会是路上塞车啦？干嘛直接讲话啊？对啊，你以前都跟我们一起骂他的耶。哎呦，反正他不是这种人啦。你今天也穿太正了吧？有吗？你最近真的很讲究哎。哪有？平常是穿这样好不好？你平常是穿我这样好不好？运动裤、拖鞋。扯，然后我就买到西藏靴，然后我就买西藏靴，为什么是膝盖靴啊？是我？你看，超扯的。你看。这怎么是这样？中邪了，中的透吧，不要管他。Hello， 我来了，都没发现我进来了。你给我画，要不然我杀死。这都来了。你好。看大家要点什么。我知道你要点什么。你在等谁的讯息？工作的事啊。睡不着，在想我的宝贝。好宝贝啊！你干嘛